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山东，是这么说，山东，哎，怎么说啊？方言，山东，这就是不笑我，我看到了。我们现在离彩排的地方还有50分钟的路程，非常的远。到了以后去彩排，因为也是日落，我想试一下光，好，我想拍一点好看的照片，我喜欢日落。然后彩完排，我们就去看看吃点什么，再给大家拍点东西。一会儿彩排见吧。完了，我救我一大爷！一二。混响是 OK 的吗？主要就是修一些色调啥的，我这个人就是对于色调很在意的这件事情。我都不敢看，要好一点，要好一点。这个虾是什么？虾，海盐烤的。The next da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拍好看的照片。今天的妆容比较一点，今天是一个比微醺妆稍微再加一点的一个灰棕调的星河烟熏妆，我为它取名。因为它很闪很亮，它可能会在落日的那个时候微微发出一点点的光芒。拉近，然后今天假睫毛贴的是比较就是轻一点的假睫毛，因为已经很熏了，所以就不能有太重的假睫毛。然后我们要画的是比较细的眉，
口红这次我特意用唇线，因为大家说我总把口红涂出去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太着急了，我随便涂两下了。我为了让我自己不要太着急把它涂出去，我就勾勒了一个形状，这样我就不会涂出去了。像我这样强迫症就没有涂出去。今天的衣服是非常闪亮的风格，就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，黑色有一点，但是也有点美。好了，那我们拍照的地方见吧。Safety pins and I'm too strong, Katie. They hold my life together. And I never say never, and I never say never again. But since you said goodbye, the polka dots fill my eyes, and I don't know why. You 刚刚说啥？然后我说我是天女，我会天空，我可以天下的。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好看啊。你就反光板就走，我的脸就这样。在这里走一步，相当于在路上翻倍。热死了，我数了，急死了，我真晕了，堵晕了。本来非常近的路，开了得有一千年吧，我感觉我都要成活化石了。Later。我选了一个很美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后面有很美的落日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观赏到这么漂亮的风景。很感谢微博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落地北京了。今天也是鼻炎难受的一天。这次的活动圆满成功，和大家一起看了漂亮的落日，很开心。未来也多多见面吧，拜拜。